我的脚弄到安尼，害我哦无法度行路。所以都是金德在照顾阿妈。老师有一个提议，我们一起来做东西义卖，然后帮助陈金德同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感谢的人是徐英才老师，他是最好的老师。如果我有妈妈，我希望能像他一样。最美的云彩，台湾时间每晚八点。